体校，一出局之后获得保送，林志胜加上一垒，这边到第五棒的钟成佑，前面一次呢是三垒方向的滚地球遭到刺杀，地球做了一个吊球要抓志胜的跑垒，还真的蛮少见的哦。林志胜在今年球季呢，目前是有五次的盗垒成功。哦，这个球外角挖地瓜，不过还好，就是说林奕清的控球也不是说不好，也不差哦，所以在这个吊球的上面还可以稍微有一个球的一个空间可以让他吊球。如果说这个可以因为一个坏球抓到一个跑者的话，其实对球队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转身来个牵制，没有球，两个坏球。这个球拉起来到左野方向，不要看啦， See you later， Two run home run by 用右面钟成佑来一发。哇，今天在赛前啊才问他最近的长打手感怎么样，全垒打准备的怎么样了，哇，马上就用棒子告诉大家，今年的明星全垒打大赛他已经准备好了，本季个人第四支的全垒打带有两分的打点，这一棒呢是直接帮助球队啊逆转，变成2-1的领先了。钟成佑在这边开轰，上一次敲出全垒打也是在最近啊，这个礼拜6月24号，这场比赛呢是打也是兄弟相对，罗国华敲出本季第三轰，感觉手感有加温哦。再来看一次陈金峰这个球啊，打的也是蛮深远的，不过速度真是快。张志豪这个球啊，时速加到100公里，把这个球接到手套里面去，形成两出局。不过这个球，钟成佑打这个球，真的不禁让我回想，就是说，这第一个的那个吊球，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吊球吗？因为当你这个好球数落后的时候，你要去抢好球数的时候。